喂，丁丁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？怪想你的。最近忙什么呢？我在相亲啊。什么？我一会儿回给你啊，我现在有点忙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我同事来电话。啊，同事，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你跟他关系很好？还好吧，咱还是聊点别的吧。啊，那个，你这个虽然个头小了点啊，瘦了那么一点点，不在我的这个择偶范围之内，但是呢，你这个样貌还是挺端庄的哈，如果你再努力一点点的话，我还是会考虑接受你的。男生不是都喜欢比较瘦的女生吗？哎，太瘦了生孩子费劲。不过你别担心，你这个样子看着还挺乖巧，我妈妈应该会喜欢的。以后你天天在家跟我妈妈相处的话，她应该会很开心的。天天在家？我为什么要天天在家？哎，结婚了就要相夫教子啊，当然得天天在家了。不过你也别担心，我跟那些渣男们是完全不一样的，都恋爱了还搞什么 AA 制了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来，我呢是要养你一辈子的。我谢谢您养我一辈子，但我这个人呢天生劳碌命，所以对不起啊，我可能还是配不上您。这顿饭咱们还是 AA 吧。不是，再见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总共是67块63块5。如果 AA 的话，一个人是31块7毛5啊。哎呀，这铺张浪费，吃不了家。亲爱的妈妈，你让我相亲没什么，那好歹也得保持质量吧，这也太差了。我也没办法呀，你张阿姨跟我这么熟，她一直说这个男人特别好，所以就让你去看看喽。是我的错，一定是我不够优秀，才会让他觉得这种人适合你。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就当帮妈去应酬一下。拜托妈，以后这种事不要再让我去应酬了。那你就早点搞定宁大夫呀。哎，你看到这个男人，你更加应该觉得宁大夫特别珍贵。哎，闺女，不要胆怯，有妈在，大胆的上啊！啊，哎，时间到了，我要洗头了，不跟你说了啊。OK， 拜拜。怎么这么乱？这是3份合作方案和1份广告策划，需要你过目。伯伯在的这段时间公司情况怎么样？还可以。还可以，订单是涨了还是跌了？微微下滑。我才走几天啊，就没一个人能盯得住的吗？以前这块都是丁丁姐负责，我们都不熟悉，这要是丁丁姐在。子欣，什么事儿？没事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把住院交费单放哪儿了？我怎么到处也找不到啊？在床头的抽屉里面。抽屉里面？哦，你这么一走，我还真有点不适应了呢。怎么样？你那边忙吗？挺忙的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是，丁丁一走，你肯定有点不适应。没事，等我回去，我帮你。子欣，我这样，我先不打扰你了，你早点休息，别太累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放心吧。你说，我跟丁丁真的就分手了吗？老大，感情这事儿吧，说不准。他现在开始相亲了，他跟那个医生又算是什么关系呢？老大，既然你忘不了丁丁姐，那还和温子欣？我跟他没有关系。嗯，